在古老的岁月中，彩虹山里有一个神秘的传说，在山中有一位美丽的仙子，在传说中她看守着彩虹山的宝藏，但是如果能在山中看见她的人，她便会赐给财富。又相传入山者有仙缘，她便委身下嫁，许久以来引起许多人的贪念，前往山中求得奇遇。有一名幸运的青年获得了仙子的垂青，两人过着幸福的日子。你不能这么做，你不能这么做，放开呀，你放开我，不放开我，我不放开你，不行，你答应过我，你不这么做的，你答应过我的，我受不了，我不能让我自己再老化下去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滚开，你走，我一定要挽回我的青春，不，我一定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不能。一定要阻止你，你不能为了你的青春，你去残害无辜，你不能这么做。年轻人。年轻人，谁？什么人在说话？你一个人在深山里，不感觉害怕吗？你是谁？是我啊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彩虹山仙子。啊，仙子？不错，年轻人，算你有缘，能见着本仙子。仙子，既然有缘，为何不现身一见呢？好，年轻人，这是你自己要求的。你就是传说中的仙子？不错啊。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我这个样子不好看是吗？跟传说中的不太一样。传说中我又是什么样子？传说中说你貌比嫦娥，美似天仙。那么你愿不愿意让我再变得年轻美丽？啊，年轻人，你上山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财富和见本仙子吗？你别害怕，这就是你梦寐以求的。啊，仙子，不，魔女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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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怎么那么久了，没有人再上山呢？难道那个传说被人遗忘？不行，否则我的青春又要消失了。在古老的岁月中，彩虹山中有一个神秘的传说，在山中有一位美丽的仙子。你查清楚那个传说了，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因为贪婪是人们最大的祸害，也就是因为贪婪，人们往往会铤而走险，因为在财富和利益的诱惑下，人们会丧失了道德，做出了不该做的事。我们就利用这一点来造成一个事实，让那些贪婪之辈去骚扰那个小鬼。我们走。哦，小龙啊，好快啊，一下子天就黑了。我的肚子又开始饿了。啊，大六小啊，你少说一句行不行呢？那我的肚子早就唱空城计了，我连吭一声都不吭。哎哎，怎么了？连说都不能说，说肚子也犯法了吗？啊？哎哎，你这是影响情绪呀、啊！什么影响情绪 啊？我肚子饿了，说都不行了啊！啊，这样犯法了啊！这不是影响情绪吗？好了好了，你们就不要再吵了嘛。哎，我们往前走吧。哎，前面那边有住家，我们走吧。嗯，走走。小龙，有猪家就有东西吃了，我去敲门。干嘛？你去叫门了？难道你忘掉了上回你叫门差点把人家给吓死了，你这次你还敢去叫门吗？智多星啊，你不要老提以前的糗事好不好啊？你还不是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小龙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你们两个就不要吵了，你们往后站，免得吓到人家了。往后站。有人在吗？啊，来来了来了。两位是？大叔，在下是过路的行旅。因为这附近没有客栈，没有饭馆，天色又晚，想请大叔行个方便，不晓得。啊，你们真的是路过的行旅？大叔，如果您真的不方便的话，那我们就不打搅了。好好好，哪的话，一瓢一饭，行旅在所难免。两位请。谢大叔。有东西吃了啊。哎，他们是？大叔，您不用怕，他们虽然长得不像人，不过他们心地善良，是不会伤害人的，您放心吧。啊，那么就请进，请进。谢谢。谢大叔。
吃得好饱啊！哎，大叔啊，谢谢你啊！哎，哪里哪里！哎，这各位招待不周啊！哎，大叔啊，这两天来啊，哎，这顿饭吃的是最好啊！对对对对，大叔，谢谢你。那我们告辞了。哎，别忙别忙，反正天色也暗了，不如就住在这儿。只是寒舍太窄小。恐怕容纳不下两位。没有关系啊，大叔，我跟智多星啊，随便找个地方，屋檐下就可以了。是啊是啊，就是嘛，大叔啊，我们都习惯了啊。好好好，那就委屈两位睡柴房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哎，小了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带两位去柴房。是，哎，两位问题。请慢慢走。好好睡啊。大叔，那我们呢？啊，安排好了，安排好了。小王，带姑娘去后厢房。是，姑娘请跟我来。谢大叔。啊，小兄弟，先留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大叔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哦，小老弟，你背上的那把剑是不是叫霹雳旋风剑？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啊，那你就是游侠龙卷风吗？不敢，在下正是。大叔你，能不能借一下你那把剑？为什么？哎，说来话长，因为今天晚上就有仇家上门，所以我一见小兄弟就知道你是传说中的龙大侠，所以想借龙大侠那把剑对付仇家。大叔你放心，有仇家上门我会帮您的，因为这把剑是上古的神兵利器，出鞘必造成伤亡，所以现在你不借也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该来的已经来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剑里有彩虹山的藏宝图。你这是听谁说的？这个你别管，我只问你拿不拿给我。对不起，恕难从命。哦，不答应是不是？他是不是你朋友？哼，我不相信你会忍心看着他死。乖乖的把那把剑跟藏宝图拿过来，否则我就对他不客气。好，那我先请问你，我这剑里有藏宝图，是谁告诉你的？告诉你也没有关系，是一个叫九天英后的女子，她告诉我说彩虹山上有宝藏，非要你那把剑跟藏宝图才能够得到。哼，又是九天英后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把剑里面根本没有藏宝图，而且跟彩虹山的宝藏根本没有关系。别废话，快拿过来。这我答应是不是？好，就叫你朋友吃点苦头。走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彩虹他们中了九天英后的诡计，说我们有彩虹山的藏宝图。大叔你赶快放了我们吧，什么宝藏图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大叔，现在有没有也无所谓，没有那张藏宝图，那把剑也可以。快拿过来，否则我让你的朋友活活的噎死。游侠龙卷风，立志救国救民，原来他是紫薇星君下呀下凡尘。快拿过来。
则我让你的朋友活活的淹死。大侠饶命了，你不能杀我。放心，我不会杀你。你要知道，金钱是魔鬼的诱饵，贪婪是人的本性，除去贪念，才能保住百年之身。是是是。你们走吧。哎，走走走。哎，彩虹，你没事吧？头有点痛。可能是他们刚才给你下了蒙汗药的关系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哎，对了，大力雄他们呢？我们去救他。走。什么？任务失败了？是，娘娘，没想到那小鬼那么精明。我要你们干什么？全是饭桶。娘娘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？走？哼，我正要叫你们走。啊，谢谢娘娘，谢谢娘娘。嘿，哼，小鬼，这次没成功，不过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上彩虹山。走，咱们到彩虹山去等他们。奇怪了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彩虹山有宝藏的事情呢？是啊，我也没有听说过。哎，哎，这九天一后啊，实在是太卑鄙了，没事就造谣，害得我们呢、差一点就死掉了。哎，大力雄啊，谁叫你好吃好睡的啊，被人家绑起来都不知道。哎，志多仙，你不要大哥笑二哥了，你还不是一样，也这么睡着被人家绑起来了啊？大力雄啊，你错了，还有一个小妹呢。好啊，志多仙，你居然敢说我，我被拆了你的翅膀不敢。哎，小妹，拆了你，翅膀很好吃。救命啊！蝙蝠翅膀还没吃过，哎，吃看到底什么味道，哎，蛮好的。大力雄，你再说。我吃了你的熊掌，我告诉你，熊掌还是一道名菜呢。哎，别，好了，好，你就饶了他们吧。再这样下去啊，满汉大餐呢、都上桌了。哎，这个彩虹山一定有什么秘密，我们明天就到彩虹山走一趟。哦，好好好。山来呢？哎，难道这个传说没有被传出去？难道人们都不再喜欢财富了吗？不行，再没有人上山了，我的青春要怎么找啊？不行。上山的人呐，我是山中的仙子。哎，你们上山来吧，我给你们财富，我给你们愿望啊！快上山来吧，上来呀、啊！如果说这个彩虹山的藏宝被我们寻到的话，
那我不是发财了吗？嗯，对对对。嘿，干明个，哎，讨个好几番媳妇，啊，还在乎那个小金花吗？回去吧，年轻人。这儿没有什么财富，也没有什么珠宝，更没有什么仙子。回去吧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百年身。可怜孤魂无处去。这不说我们是碰到鬼呀、啊？我就知道是你在跟我捣鬼，邱汉生，你太过分了！我安葬你，给你造坟，这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？为什么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世上的人有不爱美色、不爱财富的。我一定要找回我的青春，我要找回我的青春啊！我要找回我的青春，我的青春啊！谁能够给我呢？啊！有人来了，有人上山来了。哎，年轻人呐，你快来呀、啊！只要你要财富，或者你要本仙子，我都可以给你的。来呀，来呀，年轻人！啊，你，我不要你，我不要你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不要你。那我给你。可是你自愿的，你不要怪我。游侠龙卷风，荔枝救国救民，原来他是紫薇星君小呀小凡尘。自愿的，你不要怪我。你不是人。不错，我不是普通人。那你是？我是九天鹰后。九天鹰后，你可以帮助我恢复青春吗？可以，啊，只要你听。啊，好，只要你帮我恢复我的青春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谢毛飞，我知道你必须要青年男子的血来驻颜你的青春，我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。你只要吸到他的血之后，我可以保证你永远的青春美丽。是谁呢？游侠龙卷风。游侠龙卷风，他在哪里呀？他正在寻找龙华城，也正往你这彩虹山而来。啊，求求你，你帮我去找他，我求求你。要找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因为他也不是普通的人，你必须要用计来使他上当。用计？喂，有人在家吗？啊，喂，汉哥回来了。汉哥啊，你回来了。大娘，你好。你不是汉儿啊？汉儿，哎，不，我叫大力一雄啊。哎，什么叫汉儿啊？哎呀，汉儿就是我那个独生儿子嘛。哎，大力雄啊，怎么要到东西吃了没有？还没有，东西等一等，等一等。汉儿还没有回来，可怜的汉儿，娘又白等了你一天了。大娘。哎，等等，大娘，有没有东西吃啊？没有了。
探儿没回来，什么也没有。大娘啊，我们是……哎呀，是什么也没有用啊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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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怎么样？吓死人了！大娘，请留步。你姑娘是谁呀？我是彩虹。彩虹？嗯。你是彩虹？对呀，我是彩虹啊。好啊，你就是那个彩虹山上的妖女，你快还我儿子来呀！大娘，不是我儿子，大娘，大娘，不是他，不是，不行，除非他把儿子还给我。大娘，你先放手，你一定是误会了，他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，怎么会拐走你的儿子呢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彩虹姑娘怎么会是妖女呢？对了，大娘，我跟你保证，彩虹姑娘不是妖女了。嗯啊，她不是啊。本来就不是嘛。哎呀，真是对不起呀，姑娘，真是对不起呀。大娘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身求大娘，世居在这彩虹山下，不幸老伴儿去世的早，只留下了一个儿子，非常的孝顺，以打猎为生。啊，有好消息了，有好消息了。什么事这么高兴？坐下来说吧，来喝杯水呀。娘，我已经打听到往彩虹山彩虹洞的路了。哎呀，那只不过是个传说嘛。不是真的。娘，你看这是往彩虹仙洞的地图。哎，真的？你从哪儿得到的？我在打猎的时候无意之间发现的。只要我能够找到彩虹仙洞，见到那个彩虹仙子啊，他一定会给我大量的财富和珠宝。娘，到时候我们就不用愁了。娘，明天一早我就上路。孩子，凡事啊要想想清楚啊。我知道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去买点干粮和柴米啊。汉儿啊，汉儿。哎，吃饱了。哎，大娘，后来又怎么样了？第二天天一亮，他就上路了。孩儿，娘，孩儿这次去，不知道是凶是吉。不过您放心，咱们家是积德之家，从来没有做过缺德事。老天一定会保佑我的。汉儿，娘啊，还是不放心让你去。万一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，你叫我靠谁呢？你别去啊，留下来吧。不不，娘，我一定要冒这个险，我一定要找到彩虹仙子，带回来大笔的财富和珠宝，让娘过幸福的日子。哎呀，汉儿。我走了。哎，汉儿，汉儿，汉儿，大娘，你儿子好勇敢啊！后来呢？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老身天天在门口相望，等啊等的，连我这两只眼睛都给等瞎了，实在是太可怜了。哦，大娘，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传说呢？唉，这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传说，在200年以前。彩虹山上住着一个彩虹仙子，她在梦中告诉村里的每一个人，谁要是能够在彩虹山上找到她的仙具，她就会送给他很多很多的财宝。如果呢，她跟这个人有仙缘的话，她还会嫁给他。哼，简直就是胡说嘛！大娘，
那也没人找到他的仙居呢。没有啊，上山去的人是越来越多，从来就没有一个回来过。我想，那个彩虹仙子一定是个假的。哎，彩虹姑娘，嗯，你怎么知道她一定是假的呢？哎，你们想想看嘛，彩虹仙子怎么可能去害人呢？嗯，我想一定是妖怪在作祟。啊，妖怪？嗯。哎呀，那我儿子，这不是永远不能回来了吗？哎呀，儿子，大娘，我只是猜测而已。他能不能回来，我们也都不知道。彩虹姑娘，我一听你说话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。我求求你要救救我儿子，你跟你的同伴说什么？救救我的儿子，我求求你吧，求求你，大娘。彩虹姑娘，你看大娘好可怜呐、啊。既然山上有的妖魔鬼怪，我们就上山把它给除掉。哎，大力熊啊，哎，你这是吃人嘴短了啊！我们自己的麻烦事已经够多了，你还管人家的闲事？哎，你怕什么呢？又凭我们几个本事啊，还怕打不过那个妖魔鬼怪啊？甚至于还有小龙那个霹雳旋风剑，怕什么啊？霹雳旋风剑，那、啊、你就是龙大侠了。大娘，你认识我？哎呀，龙大侠，你的英勇事迹早就传遍了各地了，求求你要救救我的儿子！大娘，大娘，小龙，不客气啊！不行啊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了。小龙，好，大娘，您快起来，我答应救你儿子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谢谢龙大侠，谢谢谢谢，太好了。小龙啊，你不能答应呐、啊，这凡事要三思啊。智多星，铲奸除恶、见义勇为是我们应该的责任。何况，大娘年纪又那么大了，你愿意看她孤苦一辈子吗？我，智多星啊，如果你怕死的话呢，你就不要去了，你待在这边好了。哎，我是怕这个传闻呢、啊、有问题。嗯，不论是传说的也好，或是事实的，既然有人破坏彩虹的名字，我一定要上山去澄清这件事情。游侠龙卷风，荔枝救国救民，原来他是紫薇星君下呀下凡尘。啊，智多星啊，你不睡觉，哎，在我眼前呢，晃过来晃过去的，哎，你是干什么？哈着我都没办法睡觉了啊！哎，大力熊啊，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太对劲儿啊，这其中啊一定有问题。好了，智多星呐、啊，你老是疑神疑鬼的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哎，大力熊啊，你去想一想啊，咱们跟那个老太婆从来都没见过面，她怎么知道有个霹雳旋风剑呢？哎，你说这话可是怪事了。哎，小龙的，哎，小龙英勇事迹啊，名满天下，谁又不晓得？哎，他有一把霹雳旋风剑啊！好，就算天下人都知道有个霹雳旋风剑，哎，但是咱们跟九天以后之间的事情，哎，那个老太婆、哎、怎么就会知道了呢？嗯，对了，哎，智多星啊，你说的没有错啊、哦。哎，也许是啊，小龙的英勇事迹啊，传流各地。谁不知道他的对手是九天一后呢？哎，不管你怎么说了、啊，反正呢、啊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啊不太对劲儿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怎么不大对劲？我跟你讲，你不睡觉，我还要睡觉了。明天呢、啊、还要上山去。哎，走，快点走，来看看我睡觉。哎，烦死人了你。不行，我得溜出去看一看。进行的怎么样？一切都在预料之中，本座本应立即吸取他的血，可是他有剑在身，无法下手。你要血，我要剑，咱们各得其所。你放心，我会成全你。
谢谢娘娘。谁？真是个自夺心，鬼头鬼脑，去把他抓回来。事情又有了变化，你先去彩虹洞等他们。是。我就知道这个九天一后啊，在幕后操纵。嗯，好，我赶快告诉小龙去。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，想走看家。走，带他到彩虹洞去。小龙，救命啊！那是我的，哎，知道谁？他哪去了？大概是跑去尿尿去了。我也想尿尿，我也去尿尿去了。哎，尿完了好舒服啊！该回去睡觉了。这房子怎么不见了啊？奇怪，是不是睡过头了，迷迷糊糊的？奇怪。大概在那边吧，我那边走好了。哎呦，天亮了，睡得真舒服。昨天晚上我不是睡这个地方的，房子都不见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不可能啊！彩虹，智多星，他们跑哪儿去了呢？彩虹，智多星，大力熊。是你吗？我是彩虹啊。小龙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就在你前面。小龙，真的是你，我找到你好苦哦。我也是。彩虹，你别走，我过来找你。彩虹，你别动啊。彩虹，小龙，这个镇的宁静我好喜欢，我真想在这住下来。小龙，你也住下来好吗？彩虹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难道你忘了我还要救老婆婆她儿子，还有
我们要去龙华城啊。算了呀，小龙，我已经厌烦那种飘荡的日子了，能在这优美的山林间，咱们搭个小茅屋，过着安逸的日子，享受一下大自然的美，那又该有多好。小龙，别再犹豫了，把剑放下来，轻松一下多好呢。劳碌奔波了，好不好嘛，小龙？这似乎有点不像彩虹的声音。小龙，别碰剑。你是谁？是你，大娘。不错的，小龙，是我。大娘，您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不是什么大娘啊。你不是大娘，那你是谁啊？我是雪飞，就是传说中的仙子。你是仙子，那怎么会？老太婆，哎，小龙，你肯帮我吗？帮你？我恢复我的青春啊！恢复青春？啊，小龙，只要你全身的血给我，我就可以恢复我青春美貌。我知道，原来这传说都是假的，彩虹山的宝藏也没有，这一切都是你亲手安排的。那只怪他们太贪心了。小龙，我知道你有一颗很慈善的心肠，你帮我恢复青春，只要你的血就可以了。你做梦！我问你，彩虹，你们把他怎么了？小龙，只要你跟我来，我就放了彩虹。好，我跟你走。你要是敢骗我的话，我绝不饶你。好，小龙。我上哪去找他们嘛？我真是不明白，我昨天晚上明明是睡在大娘的茅屋里，怎么一觉醒过来就什么都不是了？你是谁呀？小姑娘，你不要害怕，你是不是迷路了？是啊。你快从这条路走，山上住了一个专吸人血的老妖婆。吸血老妖婆？真的？我绝不会骗你的，赶快回去告诉其他的人，这彩虹山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藏，也没有什么仙子的，叫他们不要再上山了。宝藏，仙子，那不是昨天晚上大娘跟我们说的那个传说吗？小姑娘，那个传说全是假的，那是雪飞为了要引诱人上山吸干人的血所编的假话，好保持他的青春。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。那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叫做裘汉生的人上过山里头？裘汉生？嗯。唉，他已经死了500年了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就是裘汉生。游侠。
就是裘汉生。什么？你就是裘汉生？这怎么可能？说来话长，我是个练武的人，一心想到深山拜访名师，学仙道，习武艺。听人们说，在彩虹山中有一位仙子，于是我就上了彩虹山。在彩虹山里，我终于见到了那位美丽的仙女。我俩一见钟情，就结为夫妻了。我俩便共同修炼，希望同赴仙界。岁月匆匆，不知道过了多少年，我们已经快要修炼成了。但是，我的手，我的手，我老了，我人都会老，这有什么？不，我不要，人老了是会变得很丑的，我不要，我要把我的青春留住。这是不可能的。哼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据我知道，有一种养颜育种的神功，就可以助我恢复青春。我只要吸取年轻人的鲜血。不，那是有伤天理，法所不容的。哼，管他什么天理不天理，我要挽回我的青春。不，那是有违天条的，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这么做。你散了。自从那次以后，雪飞就一直吸取年轻人的鲜血，好保持他的青春。那你为什么不阻止他？我为了阻止他，和他反目，反而被他一掌给劈死了。为了不使其他的人再受害，所以我就一直死守在这个山口。那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叫小龙的人下山了？没有。糟了，我得赶紧告诉他，千万不要让他伤害了。等一等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好。你只要拾起地上这块玉佩，引着我，我就可以帮你除掉它。嗯。那我们走吧。小姑娘。大力兄。小姑娘。大力兄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龙他们呢？我也正在找他们耶。前辈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姑娘，你跟谁在说话？哎呀，我没有机会跟你解释，走啦走啦，待会儿再跟你说，走啦。人引来了，是引来了。好，交给我。蓝虎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哼，九天鹰后，原来是你搞的鬼。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。嘿，嘿，龙卷风，算你厉害，我会再来找你的。嘿，老妖婆，你给我出来！哼，以为害世人，留你不得。你是谁？裘汉生，请大侠把他交给我处置。你不是他儿子吗？不，我是他丈夫。丈夫？这怎么回事？一言难尽，
请大侠把他交给我处置吧。这就交由他处置吧。多谢彩虹姑娘。双飞，你走开，我不愿意再见到你，你走啊。双飞，你这是何苦呢？这么多年来你还是落得一场空，你得到了什么？你不要说了，我不要听。双飞，你为了贪图青春美丽，你残害了多少人的生命，你埋葬了多少人的青春，到头来你道不成道，魔不成魔，你永远走不出这座山林。双飞，听我的，不要再残害世人。我为了你苦守山林多少的岁月，希望你能够及时悔悟。人各有命，人各有运，该得到的自然会得到，强求是有违天命的。如果你能够及时回头，我愿意永远陪伴你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一直是在等着我？是，我一直都在想念你。你不嫌我老吗？老？怎么会呢？你看，我不是也老？那你不嫌我丑？你在我眼中永远是青春，是美丽，就像我们初次见面一样。劝告，才会有今天这种下场。还是你等着我，我来了。你可怜啊，我可怜啊。好感人啊，小龙，以后你会不会像这样对我啊？彩虹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搞不清楚啊？在路上我再跟你说了，走吧。等等，智多星还不晓跑哪去了。对呀，智多星，智多星，智多，有谁？智多星声音啊！智多星，